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，中国 MMA 综合格斗名将张伟丽与老对手乔安娜上演二番战，最终张伟丽强势 KO 对方获胜，赢得冠军挑战权。赛后，张伟丽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文，他直言自己不急于证明什么，只想展示 MMA 运动员的魅力和能力，引来众人点赞。不少明星都在第一时间发文祝贺张伟丽，并为其打 call， 章子怡也是其中一位。章子怡转发张伟丽的动态，并写道：“伟大的女性力量，榜样的力量。”文末，章子怡还为唐山打人事件发声，她直言那天的恶势力如果遇到伟丽，文末的小表情很惹眼。章子怡的本意是为张伟丽打 call， 并为唐山打人事件发声，但没想到会因为文末一句话引发争议。在争议声越来越多时，他火速编辑了这条动态。现在的博文里仅保留了为张伟丽打 call 的文字，后面为唐山打人事件发声的内容已经被他删除。